散香是禅堂日常坐香时必不可少的法器之一。散香被禅者誉为转凡成圣的指南针，为打破虚空之无情棒，为斩佛魔之金刚王宝剑，又为了生脱死之活人刀。散香的重要性便由此可见。散香总长5尺3寸，代表善财童子53参，头部宽8分，尾端宽6分，用青竹片制成。散香通身共有10个竹节，每一个节代表一个法界，即佛、菩萨、声闻、缘觉等4圣，和3善道及3恶道等6凡。从下往上数第4个节的地方，有一个标记，这是散香师手握的位置，意在区分4圣、6凡。禅堂中有句古话，一支静香总持无量法门，而散香的作用就是在大众行香时提醒禅人要提起正念，要时刻关照话头。所以散香在敲击时每次3下，也就是参、话、头，以此来警策大众。散香师出位后，先在佛前问讯，然后由西走到散香处，钉子步站好，然后用右手拇指和中指卡住竹片两边，食指直竖按在散香上，3个指头呈品字形，这称作单传直指。将散香请下来之后，两手倒一把，转身面东，用右手握住散香4-6分位置，竖尺当胸，由西至东绕至门口，双手横持散香向上问讯，右手抹一把，
握在伞箱尾端约一寸左右，这称作横遍十方。转身向西，走在紫丹外第二块砖上，与大众行香。伞香师在持伞香行香时，用右手握在距离伞香尾部约一寸左右，大拇指竖起按在伞香上，当胸持直，伞香直竖与鼻梁成一条线。敲击时大拇指放下，以手腕的力量敲击，右臂不能动，每次敲击三下。敲伞香时，佛龛前后、左右及和尚和头一位扳手后面，还有钟板下均不可敲，其余三个角落可以敲。我们再来看一遍，伞香师在持伞香行香时，用右手握在距离伞香尾部约一寸左右，大拇指竖起按在伞箱上，当胸持直，伞箱直竖与鼻梁成一条线。敲击时大拇指放下，以手腕的力量敲击，右臂不能动，每次敲击三下。敲伞香时，佛龛前后、左右及和尚和头一位扳手后面，还有钟板下均不可敲，其余三个角落可以敲。伞香师听到当值挂两杆一钟，随即原地着伞香，第一下捉下随即抓住，第二下捉下随他弹跳，两边坐捉完以后，伞香师如恰好在西当位置，便坐在西后脚第二个位置上，如在东当位置则在东后脚坐。坐之前先将伞箱靠自己右边放下，坐的时候不脱鞋子，这称为草鞋腿子。坐好后，双手卡持伞箱尾端，放在自己肚脐位置，面倾向上，大头着地，
我们再来看一遍。坐的时候不脱鞋子，这称为草鞋腿子。坐好后，双手卡持伞香尾端，放在自己肚脐位置，篾青向上，大头着地。如不开示，待静坐一会儿，听当值打两下催板，随即起身，放第一个腿子敲一下，放第二个腿子时再敲一下，起身又敲一下，仍然靠子丹两块砖绕行。散香师听到打一下抽解鱼子后，假如在东单的位置上，那就直接由东单走到门口，如散香师正走在西单，便原地停住，两手倒一把，右手拿散香面向子单位，逆时针转身走到门口，而后与当值对面站立捉散香，持散香出堂，到堂前廊下敲三阵，等到堂中人出尽，撒头阵散香。人回一半或一半以上的时候，撒第二阵。待出堂小净诸师回堂后，听维挪师傅招呼敲第三阵，撒尾一下，将散香靠好，随维挪小净。回来后复归原处，将散香拿起，听维挪师招呼敲一阵，撒尾一下，四六分拿好，跟维挪师进堂。散香师自东边进堂，维挪师自西边进堂。进堂后，散香师将帘子轻轻放下，thank you.
待散相师与维挪进堂后，跟维挪后走至本位，看维挪师甩手招呼下一位散相，于是便用散香调散香牌子至下一位散香师前捉散香，横持散香向接散香人问讯，散香人勾头还礼，交职仪式即完成。我们再来看一遍，维挪师甩手招呼下一位散香，当值散香，于是便用散香调散香牌子至下一位散香师前，离一两寸半挂好，站在紫当外三块砖齐线的位置，对接散香人捉散香，而后横持散香向接散香人问讯，散香人勾头还礼，交职仪式即完成。如果散香牌移到禅堂角落第一个位置，散香师则站在对角砖上捉散香，必须对着角落问讯。散香师交完散香牌后，继续跟随维挪走至香桌对面，看维挪用香板或甩手示意，散香师即至门口三块砖齐线缝的位置向上问讯，散香举齐眉向后抹一把，当胸持直，自膝上至佛前，灭青向上，三指竖起，站丁字步，将散香插回原处，然后自东边下，站到门前三块砖处向上问询后，面向西，做肩职位，以防有人闯进。我们再来看一遍，散香师交完散香牌后，看维诺用香板或甩手示意，散香师即至门口向上问讯，左手不动，右手抹一把，当胸持直，自膝上至佛前，灭青向上，三指竖起，站丁字步，将散香插回原处，然后自东边下，站到门前三块砖处向上问询后，面向西，做肩职位，以防有人闯进。Thank you.
早周回堂后，扳手、维挪在佛前对面站班，散香师进堂问讯，抄手上前至佛龛处请散香。横持散香问讯，右手抹一把，当胸持散香，由西绕至佛龛后，离佛龛后一块砖，面对维摩龛站定，听乐众打引磬问讯后，当指敲两下大木鱼起香，散香师持散香西敲三下，东敲三下，敲壁倒一把，四六分拿好，由东行下，将散香放兼职位上。上齐格子边，下齐座位边放好，然后散香师归位脱衣袍，我们再来看一遍。早周回堂后，扳手、维挪在佛前对面站班，散香师进堂问讯，抄手上前至佛龛处请散香。横持散香问讯，右手抹一把，当胸持散香，由西绕至佛龛后，离佛龛后一块砖，面对维摩龛站定，听乐众打引磬问讯后，当指敲两下大木鱼起香，散香师持散香西敲三下，东敲三下，敲壁倒一把，四六分拿好，由东行下，将散香放兼职位上。上齐格子边，下齐座位边放好，然后散香师归位脱衣袍。五斋毕回堂后，散香师请散香及行香与前面所介绍的规矩相同，当值挂两板一钟后，散香师就地捉散香，行至佛龛前，将散香靠在佛前香炉旁，如在东单，则右脚在前，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手可越过佛龛中轴线，但身体不可越过中轴线。上对狮子头，下齐一条砖缝，如在